怎么？耳朵，喝，快点。耳朵，怎么回事？丽，我还没等玉总来呀，没来呀。温总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呀？好硬啊！Lisa， 你说你今天是不是要好好谢谢我？我可帮你个大忙了，你还是……你看你，我说让你别减肥了，你看你瘦的，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你看。空空荡荡的，你的都没呢。小刘，你进来一下。按照我早上说的，把里面的视频剪辑一下，然后发一个澄清声明。好，理解。看来进展的挺顺利啊。还好耳朵聪明又坚持，想了很多办法，最后竟然在夜行人骑士那边找到了这个视频。哎，玉总啊，你一定要让叶舒薇知道这件事情，以后对我们耳朵好一点，不要总刁难他。遵命，唐总监。其实我过来啊，是想提醒你一句。别忘了晚上跟刘总还有一个饭局啊。知道了，加油。头疼，知道了。饭局。知道。
在啊。怎么会？到时候再说吧。知道了，玉大老板。挂了。昨天晚上你……你该减肥了。我。我送你回来的。那栗子，唐丽发的信息。那玉总，玉生送唐丽。啊，谢谢啊。喂，玉总。不是这个，你还有多久到啊？我跟刘总都已经到了，你真的快一点，我们都在等你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刚走错方向了，十分钟就到，马上。十分钟啊，快点。能联系到方的家属吗？方的手机上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叫余生的人。我紧急快打电话。好的。有什么事吗？这里是不能随便进来的。不是不是，那个里面那个人是叫唐丽是吧？哦，是车祸送回来的。你是他的家属吗？啊、哦，对，我是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伤者现在还在昏迷当中，目前正在全力抢救，具体的情况还要等一会儿检查结果出来了才知道。你要不先在这耐心等一会儿吧？啊，等一下，那有什么事我现在能做了？暂时还不用，有什么需要的话，我们会随时联系您的。您先等着吧。喂喂，小，那耳朵在家吗？唐丽出车祸了，现在在医院昏迷不醒，你赶快带她来医院。好，我马上带她过去。快点！贝尔多，赶紧收拾一下。玉生给我打电话说唐丽出车祸了，情况还不知道，我们赶紧去医院。走。玉总。栗子怎么样了？栗子就是。你怎么样了？谁是唐丽家属啊？我是。你们两个和病人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他最好的朋友。有没有直系亲属啊？有一个治疗方案要和亲属商议，他的直系亲属都在外地呢，在这边我们俩玩的最好。他这边还是跟我是他男朋友。嗯？不是你，不是我。现在这样，伤者左前臂伤的比较严重，错位不治，现在两个治疗方案，
第一，保守治疗，我们立刻复位，然后石膏巩固，左侧胳膊要完全止动，这样周期比较长。第二，立刻手术，愈合好周期短。你们商量一下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那手术创口有多大？大概有3到4厘米左右。3到4厘米呢？这么长条口子，我觉得不太好愈合。要不我们还是保守治疗吧，到时候我能和丽子做手术吧。没有后顾之忧，你放心。丽子不是疤痕体质，术后做一些祛疤的东西就没关系了。签个字。好。我们马上做手术安排。那医生他现在怎么样？除了手肘和脑震荡，应该没有大的问题。但是手术后要住院恢复观察几天。现在你跟护士去办理相关的手续。这边。我去办手续，然后去拿一些那个住院要用的东西，然后你帮唐丽明天带一些换洗的衣服。啊，你快去吧，我们在这儿。叔伯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办？丽子，你先别说话，我去叫医生啊。先别说话，我去吧。丽子，你先别乱动啊，你听我跟你说。你的左胳膊关节刚做完手术，医生说很成功，不会有后遗症，也不会有什么影响，而且恢复的会很好。还有就是你还有一点轻微的脑震荡，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头疼或者是不舒服呀？你跟我说。没有。果然叶叔伟懂，该我懂。呸呸呸，你怎么老说这样的话？医生等会来了，让他给你看看。别老这么说。你和叶淑薇怎么在这儿？玉总给我们打了电话呀。他也来了吗？当然了，寸步不离呢。现在让我们陪着你，他下去买东西了，怕你起来饿了。但也不知道医生让不让吃啊，反正他说买着先备着。还有啊，刚刚那手术签字的时候，玉总说他是你男朋友，哎，所以你男朋友的身份公开了。什么男朋友，根本就够不上我的标准，还得再考察考察。丽子，你这个就叫因祸得福，患难见真情。想喝水吗？头疼。头疼啊？别再调侃我了。想喝水吗？啊！行了，情况都挺好，让他好好休息就行了。注意事项都在刚才给你们那个单子里面。好的。谢谢医生。那你们就先回去吧，我看还有什么要整理的。先走了，电话联系。
辛苦你了，于总。明天我就把栗子要换洗的衣服一起带过来。好，慢点，走了。怎么了？紧张什么？又没人认识你。你觉不觉得玉总跟栗子挺般配的呀？安全带。玉总对栗子挺伤心的，他做这些是基于责任以及愧疚，笼络人心而已。你又没谈过恋爱，你懂什么呀？那么你就很懂了，水衣少女，你就谈过恋爱吗？那以后我们节目都靠你了。担心穿帮也是担心你，你从来都没跟女生好好相处过。哎，要是换成玉总来做我的神队友，你水怎么那么小气？这是打击报复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今天中秋节，我想吃月饼。你好，请问有月饼吗？有，在那边，谢谢。嗯，想吃什么馅的？蛋黄。就这些吗？对，一共8.5块。吃完再走吧。今天就是医院一日游，还好有惊无险。不过这样的中秋也蛮特别的。喂，乐天，怎么了？小贝老师，你在哪呢？我在家呢。哦，我昨天晚上有个翻译想跟你请教一下，打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昨天晚上着急去医院就忘记带手机了。你怎么了？生病了吗？严重吗？哦，不是我，是我好朋友出车祸了，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。要不然你有什么问题，你就微信上发给我，等我有空了我就回复你。没事没事，不着急。那等你来上课，我再找你吧。
哦，那也行。那我今天还得去一趟医院呢，我下午才去学校。老师，那你要注意按时吃饭啊，别光想着照顾别人，也得照顾好自己。哎，行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也别唠叨了啊，就这样吧，挂了。栗子，栗。记着，什么都别想，就是好好休息。你住院所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在这个箱子里，一会儿让我再帮你整理一下。医生说你能吃东西了，吃的全在冰箱。你要是饿了，就让我再帮你热一下。嗯。我让阿姨煲了汤，一会儿叫人送过来，记得趁热喝。嗯。我后面还得开个会，我就得先走了。好好好，知道了。快去忙吧。啊，那个玉总，你放心啊，我会照顾好他的，你一定会的。那就交给你了。啊，那个栗子小姐。给你带了一点吃的，要不要吃一点啊？嗯，我现在不饿，一会儿吃吧。哦，不饿呀。嗯。然后我给您把那个换洗的衣服也带来了啊，到时候你要换的话就可以换洗一下啊。哦，好。啊，对了，还有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你拿它干嘛？你手都这样了，你不得用这个包着洗澡啊？要不然怎么洗啊？厉害厉害了，谢谢啊。这易总还挺隆重的啊。那他必须得隆重啊，我这可是工伤。栗子，你这可是住的这个叫什么豪华单人间病房呢？那不应该啊，我现在都脑震荡了，需要静养，知道吧？你想想啊，忙前跑后，端茶递水，还得负责三餐，厉害。我现在是不是都折了，都已经算残疾了，他帮我端个茶递个水的过分吗？再说了，我要是能恢复得快点，不是能早点去帮他工作吗？我告诉你，说到底他是我老板，就是压榨我劳动剩余价值的资本家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你，栗子，嗯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眼里充满了某种因祸得福的喜悦感？有吗？哦，没有吧？嗯，没有了。我就是有点意外，就是他把我那一件被雪弄脏的衣服洗干净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是连自己的衣服都不太洗的那种人啊。所以你这是在向我吐槽，还是在秀恩爱啊？嗯，不过也好，有爱情的滋润嘛，也这病好的也快。就你会说。讨厌！我要喝水。那水不在边上吗？你不知道自己拿呀？你是我亲闺蜜啊！那你能不能喝？啊，还是玉总对我好。瑞，你俩回来了。不行，这期节目太没创意了，后面两期完全不行，你得再改。下班之前再给我一个方案，好吧？喂，不好意思，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啊，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完全 OK， 完全 OK， 好好好好好，那就这样，好，新进，喂，哦，提前做好了是吗？好好好，那您帮我看一下，好，好，好，辛苦辛苦辛苦，咱们这儿吧，
厉总最近好忙啊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上忙的吗？这不我们唐大总监住院了吗？我一个人当两个人用。你那边要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还真有忙让你帮的。我手头上的事儿做的差不多了。是吗？那太好了，我想让你来唐总监的部门帮帮忙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终于有机会跟你一起学习了。好。喂。怎么不先敲门？你没关门，我正准备敲门。找我有什么事？刚才节目组通知我了，说下一期节目的主题是初恋那点小事儿，要拍一点我们互动的画面。栗子住院了，这段时间我不能再出什么状况了，得准备得更充分一点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再深入了解一些，多做一些练习彩排，免得到时候又穿帮什么的。那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是打算多了解你生活的现在跟过去，工作上面的现况跟发展，比如说这段时间你就让我跟着你，真听真看真感受。真听真看真感受。最后一期节目了，我可不想给栗子跟玉松再添什么麻烦啊。你把我需要知道的都写下来吧。不用了，去百度百科上查就有了。那网上的都是人尽皆知的东西，怎么算深入了解啊？深入了解。嗯。那你先把这三本书背下来吧。还有事吗？全背下来。走了。贝尔的全程在那儿装小白兔，快进行吗？你能快进吗？这样的节目也有人赞助，这样的节目也投资。喂，爸。什么节目你就赞助？嗯，这下应该差不多了吧。怎么背那么慢？
都是你的资料啊。嗯，你必须要在节目前把这些背得滚瓜烂熟。这也太多了吧？小提琴的制作过程，这个我也要背啊，这也太夸张了。是你说要深入了解的。不要不要不要，这我背不下来，我必须得去看看你怎么做的，我才有记忆点啊。好，改天带你去看。啊，秋冬嘛得。怎么了？我们微博很久没发照片了。你现在要拍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明天有空吗？我们去出一趟外景吧。那要看去哪里。海边。太远。海洋公园。太吵。农家乐。无聊。行，你说去哪儿你能够接受？游乐园。行，去游乐园，明天早上9点准时出发。嗯。约会穿这么随意啊？这是约会吗？穿这样去拍照？是人穿衣，不是衣穿人。走吧。这个吧，我觉得这个拍出来肯定特别浪漫。幼稚，这种平地运动一点都不刺激。平地运动？嗯。去那边玩吧。贝尔多，这大周末的，你不在家好好休息一下呀？那怎么能行啊？我们唐大总监因工伤入院，我怎么也来慰问一下。哦，我去洗两个苹果。好。玉总，我已经到公司了，您什么时候过来？就算玩平地运动也不用玩这么大吧？只有60米，和平地运动差不多。没想到你胆子那么小，走吧。玩就玩啊，谁怕谁啊？今天我就跟你玩一次去。妈妈，我想玩那个上上下下的东西。这个跳楼机啊，这个跳楼机好危险的。以前有一个小女孩扎的跟你一样漂亮的小辫子，然后她上去的时候就绞在那个机器里了。把那个头皮都扯下来了，脖子上面全是血。妈妈，我们去外旋转木马吧。好吧。现在不敢上去，
还来得及说，别逞强。不是，现在这些家长怎么这么吓唬小孩，讲得那么夸张，说得那么吓人。其实没什么事儿哈。发生在此刻。